我们今天再来参加力宝赛道它的正式开幕仪式，然后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 VIP。赛道有时候是备而不用，如果你刚好在高速公路或是在山上，你有遇到，你就知道备胎的好用，因为你要等拖车，要很久的时间。重点，如果我的车有备胎，我应该也不会用。有像吗？还是很像石木鱼小子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连假的第一天，我千里迢迢从很遥远的地方。开三个多小时的车来到了台中力宝乐园，现在在赛道边三楼的 VIP room， 我给大家看我这三天的 vlog， 让大家体验说怎么才叫 VIP 的高级奢华旅程。后面呢有一些茶点，我们先去巡视一下这些茶点好不好吃。我因为我比较有兴趣了，太养生了，不合我的胃口，拍戏呼应这是米其林活动，我还帮网红买午餐，是米其林一星天好运，很赞。网红今天早上也是从台北然后开下来，但是可能人品有问题，他跟我一起出发，没有一起出发，我比你早吧。哦，你比我，对，他比我早，八点就出发，他比我早出发，比我晚到，所以大家知道是谁的问题咯。就你混的 VIP 包厢的 view 大概是这样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通常一般人都只能坐在那边，有没有？露天的那个看台区，很热。我们 VIP 这里有冷气哦。You better turn up. You better be there when I shake. Watch me rocking if I can't stop. 我要收集全部的米其林宝宝头哦。这里呢，力宝赛道的赛道本道上面，这里一般不会有人踩上来，这是我们 VIP 才能做到的事。你如果要在赛车里面啊开他们的 safety car， 这个呢是需要一些技术上面的要求之外，你不能开得比这些赛车手快，也不能比他们慢。他们刚刚官方说了，要人中之龙或是人中之凤才能去驾驭这个 safety car。AMG GTC 我查一下多少钱，大概840万。我先走了。但其实呢，七八 Spider 我还是有一点 concern 的点，是因为它是那个手动棚，重点是它手动棚是两边都有人，你手动慢慢收，然后两边慢慢收，不像是我之前开的 MX5， 它可以这样直接关，所以呢，这我要考虑一下。我要考虑一下吗？是我要考虑，我应该要烦恼这种事情吗？待会呢，我现在很想要就是开我的 mini 下去。对，但是我有估算一下，就是不管你车下去，你一定有一些相对的损耗，包含你的轮胎或是你的车子的状况一些，所以那花费真的是有点可观，经费比较充裕一点，我真的想要下赛道玩玩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就想说今天在 VIP tour， 我今天体验了很多我们平常体验不到的东西，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也想体验看看的。我可以摸摸看你的头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嗨嗨嗨 ，VIP 的粉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入住我之前住过的力宝72赛道饭店。它这饭店比较特别，它就是盖在那个赛道旁边，所以你在房间它都有那种很大的落地窗，甚至是你的那阳台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从你的房间，然后就看赛道，然后赛车啊，或者有些重机赛，很过瘾。
啊，蛮好重哦。米其林有为我这个 VIP 准备了一些贺礼，米其林轮胎的董事长要给我这个 VIP 一个。哎，这宝贝很可爱耶，它是米其林本人配合，有吗？有时尚的。如果之后大家看我就是没洗头的话，会戴这个帽子，好不好？ VIP 之旅的第一天晚餐，我刚刚坐了百万名车，你看那边远远的有没有？有一个四尺人吧，还是你亲弟弟真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是 VIP tour 的第二天，我们今天是来参加力宝赛道它的正式开幕仪式。然后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 VIP 给大家看我的座位，乖，海景第一排这边。所以等一下所有的车从我们赛道前面这样，就是行李，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排这样看。我们现在回到 VIP room， 终于有冷气了，我真的要哭了。那我们现在 VIP room 他们准备了很多活动来玩。你看这个米其林宝宝，而且他现在 VIP room 好像还有准备一些可能什么按摩啊、肩颈按摩的。可是今天这午餐这样的把费，才有我想象中 VIP room 的感觉。怎么这样的质感就提升了？比起昨天的坚果类好很多。哎，为什么你的那么可爱？他就给我这个。为什么你是粉红色？你头比较小吗？我就大头。成绩公布，这是今天那个考评测的成绩。我们是米其林第二组的，然后我们看第二页。排序就知道啦，我第二啊，我是我们这一场第二。我看一下我是单圈最佳，50.723是吗？跟第一名差了4秒。啊，你318。我318是。我不用跟他讲话，我们差1秒他很